这好吵啊！德鲁伊猎人法师 ，OK。 树大师，Tree Master，或者是法师，法术大师，Spell Master，或者是什么猎人，野兽大师。那什么，Beast Master？选大师，Choose Master。连七五后我不能求法爷哦，那我帮你投啦，我帮你投，赶快去聊天室投票吧，力学 MC 的票我就帮你投。哎，没有投进去。赶快去聊天室投票，Vote in the link I post in the chat 我绕口。快投票啊！我们大概需要8票左右。手机拿去充电。投票啊，大大！觉得德鲁伊好像有点烂烂的，因为。他的那个新卡好像都不是，这不都不是特别强，我感觉啊，比起别的职业的新卡，然后又选不到树，就整个悲剧啊！金牙德鲁伊真的有点难玩。拜托，再3票，这超容易被反超的哦。投票啊，去聊天室的连接投票啊。投票啊，投票吧，投票吧，投票，投票吧，投票吧，投票，破音，走音，投票吧。投票吧，投票，投票吧，投票，投票，投票，投投投票，投投投投票。今天你不投票，明天你不投票。往后就没票可投，怎么又是平手啊？快点，有人投给树或者是法术，我就直接玩那个职业了，不啰嗦。哦，法术，看来就是法师啊，
可能被吓跑。我的魔法会获胜。我的魔法会戳爆你。苍蓝龙，其实法反也变得没有那么……哇，应该巫师学徒。巫师学徒其实可以制造奇迹，水元素可以打爆武器憨儿，水元素可以打爆武器憨儿。机械召唤师应该人见人怕吧？烈焰不解释，超强 AE。拿个疯狂科学家好了。老虎，烈焰火炮 OP，麦迪文的回音哦，我觉得应该选麦迪文的回音诶，这张我觉得应该蛮强的后期啊。镜像可以跟巫师学徒 combo，我想要战场还是要抽牌？我想要机械啊，我选个破碎好，其实应该搞不好应该选抽牌哦。第二个机械召唤师，黑铁选个镜像吗？选个黑铁好了，黑铁我还是觉得黑铁很强。秘法飞弹，狼人配法师很猛，火球 OP，烈焰火炮还是很强，两张烈焰火炮，三个水元素。迷你法师，这有点憨，这也有点难 combo。应该是海巨人啊，海巨人是一个很好的东西。我会缺牌吗？觉得可能不会，奇轮托好了。我现在是没有秘密，对，我没有秘密。机械翼有龙吗？我三个水元素。还是大法师，还是古拉巴蛇？古拉巴蛇好了。地精区技师。好，烈焰，两张烈焰，一二三四，好，我就再选一个两倍的黑铁，好多黑铁，魔棒我有法伤吗？目前没有法伤。只剩最后几张牌，其实逃土好了，苦痛抽牌，我觉得我需要大挂欸，所以我选风险投资吧，还选鬼灵啊，应该是风险投资啊，风险投资的压力应该比较大。应该是眼镜蛇。结果选两个机械召唤师，结果没有半张，结果没有其他的机械。啊 我们大怪其实很少，大怪数量非常少，不过我们水元素很多。对面先叫抱抱博士，我解掉之后剩下两个一，结果对面叫拾荒机器人。所以我们决定 nerf Illyria。这张很酷，昨天被拾荒机器人打爆。静音，真的，腿上真的，什么静音？哦，这掌，我的魔法会撕裂你。还是不要留五费好了，我可以留一张水元素。我四费几乎基本上就是一堆水元素，为什么水元素不是机械呢？机械水元素，我有点想出这个火炮，我忍一忍，它不一定会有那么糟的东西。我会让他们知道，让他们都知道。有它触发的 BB 好像不会直接跳出来，好像不会给它上到吧，我要确定。准备完成。害怕吧？是不是觉得把它清掉比较好啊？看起来是没有寒冰剑，有寒冰剑就不用想那么多了。一张秘密，的确不会上到 boss。现在抉择是。
是复制。跟我喝酒吧。不是复制的话，有可能是镜像体啊？到底是什么？所以是法纽气化，法纽气化，还有什么？火球也赞。我接受挑战。OK。完工了。法纽气化哦，对，是寒冰护，寒这叫这啊叫什么？寒冰护体。哇，这样的话我可以用火球跟这个怒幻怒转这一只。我神速反卡子出不来。护甲，冰箱护甲。有可能是法纽，因为刚刚那个没有指定。需要修理东西吗？其实普普，我会让他们知道，让他们知道。换个三三，哦 ，What the？ What the fuck？ 好，他有烈焰战轮，我解掉吗？我解不掉。侦测到敌方单位。What the fuck？ Oh my god！ 喷出去了，靠腰。这好像冰，那冰炼战轮。监视暴风城的力量。哦天哪！加一加一，这不公平啊！麦迪文的回音，哎，是友方手下，每一个友方手下，这样应该是应该要先出这个，我是不是应该把它冰起来，免得我受到太多伤害。那管他的，先这样吧。理论上这两只可以换掉这两只。或者是我可能会有烈焰，再坦七点有点太多。好天啊！好天啊！这不公平啊！这不公平啊！冲啊！拜托你不要 A 一，神速吧，先这样，反正被烈焰就狙了，没什么好解释的。干！完全不对等战争啊！完全不对等的战争啊！各种大怪，回音然后再下，这张超酷的、欸，超霸气。我期待是遇到一些有武器的汉子耶。啊，对面有点强。安度因，
圣光会带来胜利，这是你自找。应有尽有啊，而且连多抽几张牌都不需要，他们就自己跑到手上了。combo， 这样也看得到，真是不简单。不要被痛，拜托你不要被痛，请不要被痛，请不要被痛掉，请你活得好好的，请不要痛，请不要狼人。哦，安儿，备用零件。加一攻击也不错。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如果出这张的话，这不用零件是零费耶。我要考虑一下。他要干嘛？这是什么？沉默，这样对吗？好吧，我就跟你换喽。哎，喂，喂，不要这样吗？不要这样嘛！不要这样啊！我想玩游戏啊！不要这样啊！我想玩游戏啊 ！No！No！No！ 我想玩游戏啊！他现在不会变成未知哎、欸，被对面 DDoS， 佛球，可惜没有个两费的东西。这样不会被痛。然后也不会被暗影狂乱。喂，火力去了。哦，这样子，就是送给我的六费的烈焰。现在的问题是牌差，就我的牌比他少蛮多的，六张。虽然理论上我也是有六张啊。其实我刚刚可以让狼人变成风怒状态，一样是把四三丢进去，然后再把三三丢进去，他就改多撞他脸四次。嗯，要包烈焰啊，麦迪文的回应。先下多一点牌，然后等一下再麦迪文的回音回来。这只有友方手下而已。我希望你喜欢。
包，刚好可以补下牌。等一下我等一下可以烈焰啊！他被逼的，他被我逼的下了一堆憨牌。他如果再出一个手下，我基本上就烈焰顶。现在烈焰其实也蛮赚的，只有点想卖敌魂的回音了。烈焰啦！反正等一下应该是黑铁卖敌魂回音重力之类的。这样是9、11，所以我其实已经可以狙狙他。如果他们不能解掉我任何一只手下的话，我早上都很想睡。哦，不对，他不知道有黑铁，所以他治疗的话，他还会有两滴，他还会觉得他有两滴血存活着。哇！快呀！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想想。可以。这里必须要做得很快，免得被对面发现我其实可以把它打爆。幻术法师现在可以无中生有生出这些牌，真的有点夸张。一胜一败。我应该把这一副放到旁边去。感觉艾吞就当掉。Oh, iTunes is lagging. 真的？对上，无色。我会以荣耀作战。这是你自找的。早餐完弄。秘法，这三张应该都不要吧？我留秘法飞弹的话，要跟那个叫什么来着？你好，这我有点想放镜像。因为这样子镜像可以保护我的狼人，主要是狼人啦，不过要看到机械召唤师应该会有怕怕的。哦，这镜像开局吗？哇哦，他把钱币用掉了。啧啧，这是什么鬼？
这样感觉 T2 的时候出酿酒会比较好。不是，这里应该没差多少。有点不可思议啊。我现在等于说场上已经输他一只生物了。从头到尾，输一张生物。给我任务。God， 全部打我脸了。逆法飞弹。至少把最大的威胁解决掉。虽然这个任务憨鹅也是很大的威胁。脸，哇，够换的，我求，人不可久吗，朋友？任务失败。现在是输两张牌的状况。总要崩溃的感觉啊！前来报道。所以应该是用火球点掉一只，然后应该是报复，不是报复。我们必须净化太阳极。我接受挑战。完工了。好，我正在稳定下来。不可思议啊！还是差一张牌。前来报道。还是差一张手下在场上。烈焰。看他这里会铺场，打很快，顺便最后 BM 一下。13，千空，前来报道。我练扣了一轮，就是为了让我练完我场面上有这只憨鹅。虽然他被牵攻有点，前来报道，有点不是那么好，莫名其妙啊！哦，赞。哪个比较强？应该是水柱比较强。玩得不错。前来报道。是不是相公？现在不能冒险。然后我一样扣一张牌，
因为他还扣了一张牌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有可能是一视同仁之类的。前来报道。你扣牌，我就跟着你扣牌。其实我应该点点这只的。不过下一轮我赋予加二再点的话，应该可以把它秒掉吧。想想看哦，变成是12加4 16，还不够，最好是4啊，莫名其妙。前来报道。王者。慢慢磨，这边是81。圣聊，好天哪，还没结束，好亮。现在抽牌感觉变比较慢哎，超诡异的，痛。这样我应该来抽牌。总不会一视同仁奉献吧？那就认栽啦。装备战，前来报道。现在是扣子整装备战。奉献，再抽一张。苍蓝龙，几局啦？哇，天哪！竟然赢了！不愧是法师，有烈焰就有希望。两胜一败。因为我把牌放到还没放。真呐、啊，对上，真呐、啊。我的魔法会撕裂你。因为没有钱币，所以这两张都不留。然后这好歹是一个两费手下，虽然整副牌里面只有两张牌可以跟机械召唤师 combo， 一张是另一张集团机械召唤师，另一张是那个地精驱祭师。构筑一定会变得很有趣。还蛮怕寒冰剑。启动中，传送门准备完成。好极了。
他钱币用掉。现在问题是我没有一个自费的手下。OK， 这还蛮理想的。所以现在变成是我卡他的水晶，那应该要用这个来解这只，不然他出的东西一定会被我撞掉。哦、天哪！先抽吧，看他会做什么事。他如果说撞这只的话，我可以火球，然后可以贴这只。他如果撞这只火球这只的话，其实他可以赚蛮多东西。因为他还要考量说，如果说他先撞这个的话，会出现什么秘密之类的。起来。没有秘密啊，有点可惜。对啊，我没有秘密。他就只是个二二代死生而已。冰霜星矢。法伤的烈风暴，感觉他就有烈焰了。吗？冰霜星矢一般人也不会选，蛮诡异的。如果他这里没有烈焰的话，他那再看他第一张牌还有最后一张牌，秘法之力看起来是没有要烈焰的意思。张烈焰都来了，那我先出大怪好了。这样他如果说手上都是小怪的话，就急着下一堆小怪，然后想办法来跟我这只抗衡。我现在下一轮伤害是9加7，所以是16，所以等于说配上英雄能力就差2点。点我脸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应该是他有烈焰的意思吧？这样的话，我抽拿苦痛出来抽牌。跟我对话，完工了。OK。有没有烈焰啊？到底烈焰第一张。怕烈焰，我没有秘密，骗子！我说我没有秘密啊，我真的没有秘密。我准备好了，我还没准备好。什么烈焰呢？
取消烈焰一下。等一下，你要先出这个。这样水晶会够吗？不够。我有一天会跟你一样。这变四，这变六。出哪个比较？出这个吧。准备完成。其实搞不好应该像海巨人，可是海巨人会怕变羊之类的。变羊火球，变羊。换我烈焰了吗？星多雷的荣耀。可能换我烈焰了。换我烈焰好了。其实我不大想烈焰的。因为他已经用掉一张变羊，所以他要嘛就能够解，要嘛就不能解。这个海巨人，不然就要把海巨人冰起来，然后下轮再想办法。我没有秘密还选那么多，选那么多什么？我秘密 combo 就只有奇伦托跟这个啊，跟凤凰科学家，其他都没有秘密 combo。继续战斗，继续战斗。总结一下今天遇到什么东西。今天遇到了新的法师传说，然后拿到了新的德鲁伊传说，然后遇到一个圣骑的老佛爷，然后遇到小柯对面的，然后自己有拿到小柯自己的，然后还有什么？今天还有遇到什么传说？哦，还有拿到猎人传说，旧的克洛许王，然后还有伊瑟拉，还有什么？所以现在就是可以骗沉默，先不要那么坏好了。先出这个看他会不会做一些，我在想要不要，要不要火球？应该不划算啊，火球他应该不划算。他如果打，他打这两个都有25%的几率打到，欸，是吗？对，都有25%的几率打到他，然后25%的几率打到我的脸。可可，快迪文的回音。其实我不应该不用理他，应该说我不理他比较好。因为如果先理他的话，他出来那个两费手下，就可以马上攻击。就下轮轮到他的时候，他就可以开始攻击。
我想想，想这么多。诅咒神教准备好了吗？将士齐整，传送门准备完成。所以我如果出这个的话，它会变成六费。OK。该怎么做好？我会让他们知道，让他们都知道。我听感通。先把牌给挤出去，然后这样一方面我海巨人可能更好下，然后一方面我麦迪文回音可能也会有更多价值。大家现在还要烦恼有可能会有的秘密的问题。专营我知道是没有了。哦，四费。对。你好。这手漂亮。纯素出出去之后，它是四费。所以应该直接下。幻术踢住。这张应该会自己撞掉，然后它这里变成一个五八。No， unfair。还要解掉损数。出这张不是很好，是没有损失啊。那个应该要火球掉。麦田。当真。让痛苦跟我对话。炼火炮。可以。为什么要丢硬币？为什么要丢硬币？烈焰火炮二号。说笑吗？狙狙啦！好难玩啊！啊，狙狙啦！边个受咗伤啊？狙啊！天哪！好不好？烈焰熊熊响起。黑毛
努力研究有希望。不过他现在会抽超多牌，然后我们牌差会慢慢出来。来吧，烈焰！来吧，烈焰！烈焰！十五分之二，七分之一的几率。哦耶！先烈焰，然后再点的话，再撞，这样它会少。它会少弹一点伤害。哦，现在我们的牌差又变成一样了。呵呵哦，老天啊，真是峰回路转啊！不要拥抱虚空。No, don't embrace the void。这张感觉会让我赚，是要走不想输。一发飞弹。我现在他要多我一张牌。你的魔法无法拯救你，我的盾为阿古斯而存。我没有烈焰了。对，我现在需要优质的手下。先需要火炮。然后打到正确的人身上。那什么，精神控制吗？应该不是。我要考虑。超级难玩的、啊。刚丢硬币，应该是我想要铺更多场，或者是下更优质的手下吧。哇，神圣星星。神圣星星丢出去，他应该是可以。克洛格佐尔，天哪！克洛格佐尔。
就无法赢啊。我们必须净化太阳极。想想看哦，这机会吗？基本上需要一个法术。Oh my god！ 应该治疗这只啊。对，因为怕烈焰，怕我还有烈焰，不过没有。这手漂亮。这边是十二。一定在说笑，玩的不错。这场工作。啊，好难玩呐、啊。三胜两败，先来看一下我的战术。所以我的Chrome好像当掉还是怎样？真的，对上，索尔。为了末日锤，这是你自找的。哦 ，combo， combo， 二三四，二三四五。同花大顺，没有啊，顺子而已。就有特殊。哎呦！跟他道个歉。对不起。我八点去吃饭哦，有点饿。这只交战，交战。就可以解一个图腾，先这个，趁可以抽牌的时候赶快抽一下。这马叫不平。其实这是两费的，两费两个手下，所以跟海巨人会还蛮搭的。不过都被解掉了。
都活下来。拜托你活下来，巨人，这场就要靠你了。请不要被王牌或是变成青蛙。活下来啊，海巨人！活下来啊，活下来啊，海巨人！需要你的凯瑞啊！不要轻易的进入那个漫漫黑夜。哎，他要挤。等之后有机会再把，再把那个老虎弹回来。天哪 ！Jesus Christ！ 我们必须净化太阳极。大概会有一只活着吧，所以应该会有东西可以弹。倒脸，倒脸不错、啊。这样不解狼人暗影还蛮快的。那是什么？元素。他武器已经攻击过了。他会用武器把我那只手下给打掉。没有。前辈，火力枪。我们是熊猫派对啊。我是女神的刀刃。烈焰。我到需要烈焰的时候了。要换一只，换一只可能会比较好。青蛙吗？这应该是，他应该要用火元素解这个吧？我要考虑一下。用火元素解这个还蛮怪的，至少我是这么觉得。他另一个选择全部打我脸，那我就要弹十二滴。我想想，四把法师。
控还蛮好的。大地震级！哇，第二个火元素，受不了啦！哦，受不了啦！第一眼哪个？这边是十点伤害。不大好，算是半级。Oh my god！ 我忘记了。继续。应该要出，刚刚应该要出古拉巴斯，太贪心了。我的盾为阿姆斯而举。崩了崩了，好了，这场结束，我们来选个牌，然后剩下就交给明天的我。感觉最近战绩不是很好。看大家玩完免费那场之后，就没有继续玩下去的感觉。OK， 把这些东西拿掉。